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发现我刚刚好像真的有少拿代币。被吃起来了！从头到尾，这个计划就是不可能会实现的。这影片一定超难剪，很乌龙哎。但我觉得我们这部影片还有节目效果。没关系，反正这件事与我无关。帮我摄影的是那个利姆洛斯营运六，可以不要点名我，没有关系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宇。我们现在突破地下街了，这里是那个综合环球。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万代官方扭蛋专卖店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等等先带大家进去看，说今天的目标扭蛋是哪一些。我们边逛边看，好，走走走。这个感觉也不错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因为魔物猎人里面是可以抓龙的，就打一打可以抓。这个是他们掉到陷阱里面你抓到的那个样子。哦，收藏价值。对，收藏的。怎么这么多假手靠背？真的，不行啊，鱼嫂会生气。而且他做的太真实了，不是 Q 版。对，不是 Q 版。日本是不是很多昆虫收集家？这个是不是不错？这个投资报酬率蛮高的，这样80块我觉得算蛮划算的。一个模型一个模型。我刚刚一路看超多那个东京万复仇者，台湾东。万的受欢迎程度没有很高，对不对？其实还算蛮多 的，尤其是女生哦。那你知道谁更多吗？利姆路，利姆路，史莱姆，谢谢。史莱姆，我觉得其实看下来，海贼王是最多的。再来是间谍加九，应该是间谍加九啊。还有 Kitty 系列，这个我等一下可以试抽看看。好，因为鱼嫂很喜欢，又一个间谍加九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还有钢弹。最近我也蛮喜欢钢弹跟那个宝可梦，哎，对，第二三多说明是宝可梦哦，对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然后还有卡比之星，卡比之星也蛮多的，哎，都是 Q 版的，杯垫，奇卡哇的，这是我今天想要抽的，这样子40块，好像还行，40块一个杯垫，对，好像还可以，还行，好像可以，哎，这里有奇卡哇，那个磁铁，磁铁，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要抽什么，它的那个款式真的很多，不然就抽海贼王。好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先来看，还有这个，这还不错哎，这抽了，棒，我知道了，过过瘾，我先抽一个，然后其他的我们就抽奇卡哇，因为我是想要抽个鱼嫂。我们今天挑战是这样的，我想要试试看1000元能不能抽完一整套的扭蛋。那你1000元现在要抽哪一期？我们先干过瘾，不算1000元的额外的，先抽它，先抽一个。刚刚发现我们一个发现一个误会，一个代币50元，超贵。所以这个刚刚原本以为一抽40，现在一抽，等下他卖完了，他卖完了，他卖完，他卖完了。啊，这个有别台吗？我刚刚逛了一圈，应该没有。但我们可以有，我们有另外一个，我们去买去抽10天。哦，那他三枚而已，150。其实他一个杯垫200，其实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卖也是卖200。这个磁铁我觉得3枚150还行，还算可以。好，来猜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有7个。7、3、21、21，我有25枚，我等于是不能歪。其实今天的挑战超难的。哇，今天挑战其实有点难哎。你甚至没有多的代币可以去敲你的海贼王。我等一下还要放下多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他的那个比较好，你看台湾的都是往里面戳，然后他这个是往上的，让你拨。有一些小巧思。来看第一个是谁？哎，巧思，他的开法他没有贴胶带，他没贴任何一个胶带。这里有卡榫，这里有卡榫，然后前面哎，难怪他一颗要卖比较贵，是奇卡哇，奇卡哇本人。像算是大奖，直接抽到主角了。感谢大家收看。它是上面有一层橡胶啊。对啊，对。它这，我原本是磁铁吗？我原本以为后面会是黑色的，你懂我意思？对对对，我也是。结果不是，它磁铁嘛？你真的觉得它是磁铁吗？是有比较质感的感觉，真的会吸吗？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有啦有啦，是。有，是。我想要抽至少它跟它小猫猫，然后乌萨基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的。这个看起来像布丁狗灵珠。乱讲话，它是零食馒头，你会被延上哦。哦，帮我剪掉，我不会帮你剪掉。抽到小桃，这个。哦，小桃鼠可爱，它看起来很紧张，噎到了，噎到我表情。再来再来，哎，目前没重复哎，真的。好，重复了，刚讲完。小桃，没做效果哎。那我想一下，哎呀，怎么一直抽到大奖？不可能，下一个还重复啦。哦，这才是最终的 flag。栗子馒头，哎呦，给大家看，可爱可爱。不是我要说，真的有点像布丁狗。
再来小八猫，小八猫，哎，不一样，而且我抽到两人的，你看很够注意，这还不错哎，而且它的那个腮红的地方还有做那个三个洞，你说画三条线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你说它有刻洞，它有刻洞，它刻一刻洞，那它做的比较立体，只要接下来三个都没歪，我就 OK 就过了，哦。这是严重的 flag， 我跟你讲，这抽抽完我就回老家。这个抽完没中，直接抽海贼王。你根本就是想抽海贼王而已。哎呦，哎，我真的蛮会抽的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小八猫的，这也算大奖了，也算大奖，主角群都算大奖，很够注意哎。而且你看它腮红真的是有刻意那个在画的线，刻洞。哎，哎，没有嘞。哦，哎呀，两个了。哎呀。失败，我们去换钱。我们发现刚刚遇到一个大误了，我们以为我们换了25颗这样子，但其实只有20个，但其实只有20个，而且重点是我们刚刚还知道说，我一直讲25，然后1000块、50块一个，真的，我们都有讲出来哦，超级智障。然后你还跑去问店员，我硬生生有少，我少嘞，你刚刚没有点哦，我刚没点，哇哇，可是很尴尬哎，他刚好叫我点，我没点，哇嘞，就是我想说应该不会错，我就没点了，哇嘞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发现我刚刚好像真的有少拿袋。只是20枚，为了表达歉意，再多投资给万代。哦，都是 say 好的啦。对呀、啊，say 好的啦，都是效果，都是效果。要 say 一段，就是当做今天的精华呀，我们才不会算错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抽一个杯垫好了。好，我想抽抽看杯垫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换20个，然后一个三，是3×6=18，我们本来就不可能抽齐啊。对，因为它有总共7个。看你这个计划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笑话。这个计划从头到尾，这个计划就是不可能会实现的。然后我们从头到尾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。这里面超白痴的。拍到最后我们才发现说有这件事，不然就是这样。我的抽齐就是只要有抽到大奖就 OK， 成功，成功。连自己都催眠，我发狠起来，连自己都旋转。那里蛮多人，我们先去抽其他的。好，这样海贼王，你觉得要抽哪一个比较好？抽，我觉得恶魔果实吧，牛蛋可以收集。这个系列的转蛋壳都是这种恶魔果实形状的。这样5个，五个的话是多少钱？250。对，蛮贵的，偏贵，抽不起整抽。抽那个好了。你真的很善变，这是他刚最想要的系列。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系列蛮好看的，它有鱼果实哎。抽到凯多其实很赚哎，你有果实、有武器，还有9瓶。对啊，有杰克是刀，其他人都只有武器。然后那个镜也是刀，还是说这个就算是他怪香骑士屁事？不知道要放谁啊？我们放香骑士好了。武器饭。我现在唯一不想抽就是香骑士那个饭，然后等下再出来，先不要。你是力奇大师，应该就不是香骑士哦，是奎恩的那个武器，还行啊，还行啊，我比较喜欢，蛮喜欢这种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放反了 ，Queen。哦，我在想，我现在要抽凯多这个，还有我们去抽那个杯垫恶魔果实那一个。哦，哎，对，凯多已经没人在喝奇卡了。哦，最后决定还是要抽奇卡啊，杯垫。我们想要抽那个恶魔果实要5枚代币，我们不够，我们只剩4个，所以抽奇卡杯垫，而且相对实用。对啊。不要一直做效果吗？不好意思，他没出来。而且刚刚我们遇到很酷的事，他不是扭蛋哎，他会从这边出来。哦，真的？哎呦，哦，好酷、哦！好可爱哦，是5级和格战，我也是最想要它。这个的性价比蛮好的，一次就一个杯垫。但其他的你是有机会抽到你不会想要的东西，像是香吉士的餐。它那个看起来其实不错啦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放香吉士在里面而已。香吉士就说，所以我现在是不然加入百兽海贼团吗？哎，我觉得奇卡娃做的不错，奇卡娃这个蛮值得的。好了，那各位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扭蛋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扭蛋系列的话，想看什么系列在下面留言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你们最喜欢奇卡娃的哪一个角色。好，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今天的换成上半句，喜欢记得去做订阅、按照分享、追踪是贵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